太帅了，可惜没有亲眼看到，要不我们也把它穿到网上吧，这样可以吗？怎么不行，我举双手赞成。对了，应该给加个配乐。配乐？什么配乐？就是那种雄浑壮阔慷慨激昂的类型。哦，怎么样？好主意。再给取个夺人眼球的名字。名字？取什么名字？辣女女壮男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名字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有。快快快快传啊，快。上拳，左勾拳。上拳。踢腿，回旋踢。呀。喂。小弟。看见了吗？点击量已经破万了。啊，是吗？那我回头看看。好，拜拜。回旋踢啊。可以啊，关注过十万了。关小迪啊，厉害。这下你可真是要火了。火狼女打得不错啊。头儿，有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段视频在网上一夜之间点击量就过了100万，而且数字还在不断上涨。网友们给火狼女起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外号，女战神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你说要是把我当年那些光辉战士录制下来，那就可惜啊，现在退出江湖了。我亲爱的阿勇啊，你虽然已经离开江湖多日，可是至今江湖仍然有你的传说。谢谢你啊。嗯。哎，头儿，你的老相识出招了，你打算怎么接招啊？自从流沙事件出来以后，我一直想找吴飞出来聊聊，可他一直躲着不想见我。可这次呢，磐石安保又联合地产商想搞垮 AK 搏击俱乐部。当初我们选拔训练营成员，关校是出了很大力的。我们烈火神盾入驻南青，关校是功臣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？没错，都听好了，这次我们的任务没有委托，是责任。